很叛逆的样子呀，他。现在我们要坐船去对面的小岛上去钓鱼，不是有一句话吗？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，岛上钓不到。这么大的水面，我觉得那边一定藏着很大的鱼。走了 ，Let's go。哇，你看那有猪，那是野猪吗？哇，一群猪，这是过来迎接我们的吗？这太热情了，我有点不敢下去。去去去去去去，这是我们的地盘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真的走了，被我吓跑的。今天我们要和一群猪一起钓鱼，看看今天我能不能钓到鱼。来到他们的岛上，他们好像很欢迎我，看到没？大家好呀，大家好呀。为啥跑得这么快？怕不怕我？说你呢？哈，一个眼神给吓跑了。想靠近却又不敢靠近我。终于，哇，这太小了，这什么鱼？哇塞，哎，这是什么鱼？我没有见过哎。大白条，翘嘴还是白条？好大呀，这个拿回家一定好吃。看，这么小就不要吓唬了，我们要给它做一个鱼护。好了，拉好了，哎，放进去。我告诉你，离我的鱼远一点，这是我的。漂亮，周鱼，哇，我要把猪吓跑了。这是什么鱼？什么鱼？什么鱼？哎呀，咋游速这么快啊？这条鱼，又一尾。这好像也是小草。过来吧你。哇塞，漂亮，草鱼竟然连根了，看，入户入户。漂亮，终于，哇，一尾，什么鱼什么鱼？来来来，不要跑不要跑，回来。哇塞，还真是挺大的这个劲儿。哇，这条大，天哪，来了一条大的，我就说嘛，有小的就会有大的。快到碗里来，漂亮！哇，这条大草鱼，这条得有二斤。哇，看，好大呀，这条鱼，漂亮！野生大草鱼，入户啊，给它。终于，哇，又一尾，漂亮，连杆了。哇塞！这条小一点，我们今天用的草鱼饵料招来的都是草鱼，因为我想钓一条非常大的鱼，然后来做水煮鱼。又一尾，看，又一尾，入户喽！漂亮，哇！天哪，又一尾！我们用我们的草鱼饵料，然后就招来这么多草鱼。然后我们钓的是福，漂亮，看，进去吧。去去去去去！哎呦你妈！终于漂亮，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我可以感觉到这条很大，哇！不要跑了，一定不要跑了，这条鱼是金黄色的。他的力气好大呀！哇塞，哇塞，慢点慢点，稳住，这条鱼好大呀！哇，天哪，太好玩了，我们终于收到一条大的。我们现在用的是3拉1.0的线组，碰到一条大草鱼，一定不要让它切了。我就说窝子里来小鱼就会来大鱼吧。抄头，抄头，抄头，漂亮，耶！哇，这条鱼好大呀！饿了，把你妈去，给我！烦死了！这是我钓到目前最大的一条草鱼，太漂亮了！看这皮毛，野生的。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，来个关注，来个双击，我们要给它入户带回家。走吧，哈哈。
漂亮。现在天色已晚，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收获吧。这些都是我们钓到的小草鱼，我们就不要了，给它放生吧。湖里面有一条大鱼，然后把这条大鱼带走，今天可以去做石底鱼吃了。有这么多，哇，有一条最大的，看到没？其他的都放生，咱就留一条就够了。不小呢，好，走吧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再见了，好朋友们，剩下一条大的，我们带回家做水煮鱼吃吧。